十几年了啦，哈。那我是在民国七十九年底就来这个灯塔山，对。因为早期是这样子的，早期因为我们灯塔的这个管理都是外国人，最早期的时候。最早期时候。对对对。对，在这个三十八年之前呐、啊。那以前都是由外国人来主导这些灯塔的业务，那我们中国人当时都住在乡下的这个下面的村庄里面哈，外国人来管这个，对对，我们家族都是在以前守这座灯塔的哈，是啊，对，嗯，照正常来说，我应该算是第三代人的啦哈。第三代了，对对对，一代传承一代，一代传承一代，对对对，我是算最后一批的，这是最后一任的世袭的这个，对对对，哎呀，天快黑了，我要准备去上班了，我们赶快吃一吃，好吧？我们就先吃，哎，吃一吃，我等一下去开灯了，我能不能跟你一块上去？我没有进到灯塔里面过、啊嗯、，OK OK， 那我们先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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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来。你绝对想不到，在这充满诗意的地方吃饭，陪伴你的。可是，一座超过150年被认定为国家级古迹的灯塔，而早期又名东犬灯塔的东莒灯塔，不但是离本岛最远的国定古迹，过往的战略地位更是不言可喻。所以，不要说你觉得好奇，就连我都超想好好的一探究竟。李哥。这个灯塔是每天都要固定开嘛，对不对？对。那为什么还要在这么高岗要弄布幔呢？因为我们这一个灯塔是国定古迹啊。对。这个尤其我们现在在用的这个主灯哦，它有150年的历史啊。150年。对，它是用天然的水晶研磨出来的哦。对，可是我们在里面也不会损坏它，那干嘛还在这么麻烦说挂布？因为它这个水晶的这个三明镜啊，太珍贵，哎，啊，太阳会把它晒黄掉，啊，因为它原来是要防太阳，对对对对，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啊已经找不到，平时奥地利生产水晶的地方已经没有这么大片的水晶的原矿了，哎，所以我们要保护它。哇，这个是天然水晶，这么大片。对，我们挂布幔就是防止阳光直接铺射它。哎，哦，我想说怎么那么麻烦？那什么时候还要再挂回去呢？就是晚等天亮就要把它挂。天亮，然后就关灯。对，原则上太阳还没出来之前，一定要把它挂起来。对。哇，这个还真是麻烦呢，这个没时间就固定是卡在这个地方，那你也也不能说去做别的事情或怎么样，就是要守在这个地方。没办法，因为它这个灯塔哈，是我们台湾所有灯塔里面目前可以说它是历史上第二早 最老的了。对，第二早，第二早，第二早。但是这个灯塔它是保持的最好，而且这个主灯哦都还是正常的在运作哈。超过100年以上的灯塔，这些主灯啊，这个还能维持到这么好的，真的是比较少。哇，你说这个都是。水晶的原矿，对对，这是水晶哈，它是要磨，对，研磨出来，它是里面有光源之后，对，利用这个水晶的三棱镜反复的折射，它折射到哪里呢？当中哈有个眼睛，有个鱼眼在这里哈，它整个不是整个灯都会亮哦，它只有这个当中这个哈，哎，只有这个眼睛才会把光透出去哈，就是反复的聚光。折射，这个把亮度聚集起来，射投从这个当中这个鱼眼这边投射出去。刚看里面，嗯嗯，对，里面、就是、怎么可能会折射可以把它变得那么强？里面就是一个250瓦的灯泡。一般人没有机会能够到灯塔的里面，看它的那个灵镜那个灯，然后了解了一些历史，然后。后来我了解李大哥、李哥的他那个这个工作，要是我真的没办法，你整个时间要被锁定，你要为了你这辈子要到65岁，如果没有别的意外的理由，你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你就是要65岁以前你要做守护灯塔的，记得去把那个东西拆下来开灯，然后早上还要再把东西挂回去。我真的不要懂，这个是这个情操真伟大，数十年如一日。你能够做到吗？150年的灯塔维护到现在，每天都是这样为这个灯塔要点亮，
这个晚上点灯是我们灯塔最主要的工作，对，晚上一定要点灯。好，那灯塔呢，曾经呢、啊、有大概40几年没有用过啊。曾经有40几年没有用，这有我听不懂什么意思。当年那个八二三炮战的时候，八二三炮战我知道。八二三炮战之后，这个我们金门马祖就开始实施所谓的灯火管制啊。对，那个百姓家里的那个。家里灯也都不能露出来，何况这个灯塔点的那么亮啊！啊，所以说它会变成目标。对对对对，八二三炮战就有情势紧张的嘛。啊，对对对。啊，所以说，从八二三炮战那时候一直停灯，停到了民国82年，我们这个开始重新的复灯，又重新开始工作。那每个季节的这个那个季节昼夜的这个时间不同，那也那亮灯的时间也不一样。都不一样，对对，我们。最主要这个布幔，拿掉之后就要，对，就要开始准备点灯。这个会越来越亮，对不对？还是就是这么亮？就是这么亮。所以说以前这个在没有 GPS 的年代啊，哦，这个灯塔是真的海陆的定位真的很好。以前的灯塔是真的很重要。对。但是现在因为有 GPS 啊，就是说灯塔现在布局当然就是没有以前这一灯塔布局了啊。那但是现在灯塔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历史。它是一个道理，它是因为现在行情都有卫星啊、定位导航，但是这个灯塔还是延续了那个它的历史精神。当然，我们不敢跟我们的祖辈来比啊，哈。像我们的祖辈，他可以把这座灯塔那些已经留下那么多的东西保持得这么好，对啊。那我们以后呢，也是要想要让这座灯塔。重新再发光哈，等大家更有可看性。所以说，我们想说这个未来灯塔，这个灯塔是对外开放。对。对外开放的灯塔，这个让我们观光的可以来看一下这个东水岛的灯塔，150年的灯塔。从年轻开始都在这座灯塔里面，等于说人生最精华的这个时候都在这个守护的这座灯塔。我当然也希望说，在我这个任内能够把这个灯塔维护得很好，能够在我这个退休之前能够尽量让这座灯塔啊能够这些平常的维护保养的工作能够做得更好。